没有想到包括台湾、包括中国、包括北韩，这几天这个募兵制的广告怎么出错连连？应该是阿兵哥太累了，或者是福利不够好，会不会？哎，其实啊，说真的，我以前做军事杂志编辑做那么久，我对军人的长期观察哈，怎么了？有一个很现实，或者说一个很血淋淋的事实，也就是军人不见得真的懂军事。大家一定会觉得，哎，你怎么这个这样讲，这太偏颇，这当然不对吧？但其实真的，因为对很多军人来说，军人只是他生涯中的一个职业，他一个工作。那这个职业跟生涯中的要有兴趣是意思这样？不见得是有兴趣的啊。所以在这个情况下，你说他很多其实啊，作为一个军人来说，甚至于他作为一个职务，他本身对于他这个职务相关的一些背景知识或周边的事情，他可能不见得懂得很多。像例如说这次好，他们以目前其实推出这个广告的国军人才招募中心来说吧，他们现在整个在管文宣的其实也很辛苦啊，只有一个听说是一个小女生啊，对，那你说一个小女生她哪有可能懂得那么多呢？错哪里这次、对不对？这次啊，当然错得很严重，就是你看进军大专院校，她做了一个活动，做一个海报，这个海报其实严格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，不错啊，但是问题可大了，怎么了？我们看到今天问题最大就在这一块。就一个钢盔、一把步枪、一个鞋子、一个项链啊，这个是死翘翘的时候才这样弄的。也就是说，一般而言哈，美军啊，他们在阵亡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其实他这样摆设啊，都是有意义的。你枪倒插代表第一，他的任务重量；然后这个军靴代表就是说啊，他要走完他那个整个人生的最后一段，用那个穿，等于是以一个军人的身份走进去。犯大忌了吧？对啊，其实等于说，好，今天你这个海报反而传达的意念什么嘞？从军等于走进墓碑，是走最后一里路。对，那就真的是应了这个冯部长的一句话，如果我们要准备加入国军，要准备含笑为国牺牲的、天爷啊！所以你看，然后头盔摆在钢盔上来讲，这种东西啊，那其实基本上来说都是一种，就是国外哈，对于阵亡士兵的一个悼念的一个仪式或者一个表征啦。所以等于说，好，你一个用一个进军的一个海报，结果那个要招人家来招募的一个广告，结果呢用了一个阵亡的一个图像，那其实你说这当然是后来那等于说。你一干啊，所有跟这个审过这个海报的相关人等啊，可能对军事的这个认知啊，都可能要重新回去上个课。这个是出错的吗？是中国的、这个海报呢，当然就被那个很多人就说，因为前几天是大陆海军的这个68岁的这个68周年纪念嘛，哈、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摆了一个这个辽宁号航空母舰，是、这个没什么大问题。但结果看，这个飞机。居然是米格35，并不是现在辽宁号的这个舰载机。然后呢，歼十是解放军空军的，不是解放军海军的。然后呢，旁边摆的这些军舰呢，是美国海军的圣安东尼奥级的这个两栖船坞的。真好笑，别人的运输舰拿来跟中国的配在一起。我刚刚讲这个问题，就跟我刚刚讲前面最起初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，认知不清楚嘛。很多军人他其实本身对军旅生涯来说，对他来说是一个工作，不是一个兴趣。所以呢，对他来说，照片上的这些东西好看就好，他也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国家的，就通通把它做一个这个 Photoshop 这样一个 PS 就 PS 出来了。另外，北朝鲜阅兵也出包，怎么回事？好，当然那天出包那个我们在做现场解说的时候，其实我就也已经发现了，他这个当时现场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枪榴弹，像比如你看啊，这些这个枪榴弹呢，对不对？本身啊，这个颜色，然后跟这个外形，感觉很像塑胶的。塑胶啦，它只是一个护套而已啊、不是，它只是一个模型套在上面。然后呢，像你看这个 RPG 的这个榴弹，他们也觉得好不太像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其实啊，说真的，你说这个情况啊，对于北韩来讲，因为应该说任何一个国家阅兵的时候，其实都有一个风险。什么风险呢？怕擦枪走火，怕出事啊！政变，对嘛？你看，你想想看，当年沙达特怎么死的？拿 sample 就好了。对，沙达特怎么死的？就在阅兵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被人家 biang 掉了。所以呢，对于你说北韩来说，虽然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北韩的这个思想教育啊，或整个这个对于这个国家的这个忠诚度来讲啊，在周边的国家跟地区来说，无人能出其右。但是你会不会能够完全保证不会有任何一撮有野心的这个军人，或者说军队内部有人对他有一些这个有异议分子等等要干嘛嘞？那时候你看。这个 RPG 装甲那个火箭推进榴弹，如果说你真的拿个火箭推进榴弹是实弹，然后从这个小金正恩前面踢过，如果有人对不对是想要干嘛的话，那不是一瞄过来的那个金正恩就在你妈死了。这些战车有失火，对那个图片。当然，这种东西其实在国外来说，其实每次阅兵的时候，像一般而言，正常情况上来讲，的确也都会有战车啊，它会有任务预备车，包括我们像我们国防展演或我们以前过去在进行这个阅兵的时候，也都会有，因为机械的东西你永远没有办法保证绝对不会出问题，所以呢，像这。
种啊，他在旁边都会有这个预备任务预备车，一旦呢、啊、就是真正的这个任务车出问题的时候呢，就把它推到旁边去，然后由任务预备车上场。像例如我们看到2015年那时候前那个俄罗斯进行那个就是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，还有那个在那个全兵力预演哦，还有那个阿玛塔这个主战车开到路上，结果整个履带咬死，然后最后变成说弄个工程救济车把它弄走，所以这种东西都很难讲。那有这种状况也不能说啊是他们这个准备不周，这种情况真的的确会发生，是有一定的风险。